大家好，这里是墨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的是《尼尔之众》的一些蓝光影音的光碟部分。那这次预购的特点呢，是繁体中文的台本。那我其实也是为了这本台本，所以才订购了这次的商品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。那这个部分，那箱子为什么打开呢？是因为我为了要撕除它上面的基本资料，所以就是连胶那一桶就起来了，我就是这样子先让它放着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来打开吧。那我先把这些东西都丢一丢。好，箱子就可以去旁边了。再见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打开吧。这个就是人形们的记忆，就是音乐会繁体中文字幕蓝光光碟就内附初回特点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本就是他这次预购的初回特点。那这个呢就是他的光碟，好像有点糊掉，好，给大家仔细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拆封。很久没开箱了，紧张。好，那我就是为了这一本《人心们的记忆》，就是这一本哦，它的初回特点就是 A2 的美腿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波斗，黑白的波斗。就它是繁体中文的，那他来台湾的时候也有送一本。那听说呢，他送的这一本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购买的这本，它是有那个好像有收录开场吧，这是来台湾的开场部分。我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我其实这次音乐会我没有去，之后。所以就是不太了解在台湾它是什么样的剧情。我就看到这个，光看到这里，与你相遇就是我诞生的意义。我的天哪！啊，我光看到这里我就想哭了。我等一下要好好的来看。哦，那它这个我看一下哦，它黑色的部分是，好像应该是最后一场的吧，就是在那个日本最后一场的那个朗读剧的内容部分。因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它其实最后呢，那一时它是有醒过来的。对，他是原则上本来是没办法启动，后来兔 B 非常非常努力的，结果还是启动了。 Nice。 对，这是最后一场的部分。不过因为我听人家说他有收录那个台湾场的开场部分，可是我怎么好像没有看到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下。哦，这是台湾场的公演《谎言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它有点模糊。哦，《谎言》之前在八月底的时候录音演出，就是那时候 Nice 跟 Bodo 林社他们是没有办法来，就是使用录音的方式。我这边就是大致翻给大家看啦，我稍微翻一下。就是我说的那个他们收录的，好像怎么好像没有啊，我怎么没有看到。好像真的没有耶，因为听说他开场的时候，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小哦。太小了。这个是大阪公演的广播脚本，就是只是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那个真的字太小了，我也看不太清楚。就还有东京公演的部分，
哦，他这个就是之前他们日本他们收录的。哦，台湾的有，在这边有点小看不，因为听说有人去看了，觉得他们的互动真的非常非常可爱。哦，登场人物就是奈斯跟捕捉机，他就很好，很搞笑的。可是他的字真的有够小的，小到要让我用放大镜来看的吗？天哪，难道不能多做几页吗？好 ，OK， 因为刚刚那个对焦一直都有点问题，好，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他不愿意就是做成这样子，像这种大小的不是比较好吗？我觉得有点可惜耶，因为他这个超小本的，好像 A5 不到吧，有点小。我的评论就是他有点太小了，有点小气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来开这个光碟的部分。它的特色好像都是小字耶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开箱过美术记录集，还有它另外两本。我看一下，这本叫做攻略设定集，攻略设定集以及潜在的完全攻略设定集，它的字其实也是都非常小的。OK。这个撕了好像就粘不回去了。我们直接把它打开。哦，漂亮的兔鼻，很喜欢。哦，它其实这个纸，它的纸质是不太一样的，有一点怎么讲，像雪花吗？哎，我们来直接打开了。哇，那它这个版面它是日本那边的海报，那我们台湾的就是这一个，不一样。蓝光光的，它里面好像有赠送东西吧？我们现在来打开看看。哦，有赠送海报，温馨的记忆。哦，赠送海报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今天的开箱有点那个没有很顺畅。哦，这不是海报啦，这个应该是就是他的那个也是简易的一些记录。对，就是他有介绍他每一幕的那个介绍，之后字真的好小啊，而且他们的签名。那这是那个他们当时的剧照。我觉得他这次来台湾的第三场，听说恒伟有卸下他的面具，突然觉得说我没有去看，有点可惜啦，可以去目睹一下恒伟的庐山真面目。好的，好，那这个应该就只有单面，就一片而已，就只有单面而已。OK， 好，那今天也是就算是做个简单的开箱啦。对啊，因为好像也没，因为这个应该也没办法播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办法看。那它这个因为是 BD 的关系，所以它必须要使用蓝光播放器才有办法来观看。那我也是就是刚刚前面说的，就是为了这一本特点，所以才订购了人形们的记忆。那我是认为说它其实是有收藏价值的，如果大家对他们的故事有兴趣的话，也我是觉得还蛮值得收藏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的开箱呢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然后虽然开的不是很好，那就是像刚才所说的，如果大家真的对这款游戏呢，或者是他的音乐会有任何的就是想要了解的部分呢，都欢迎就是先去购买他的游戏来我们看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实况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